大家好，再过2天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元宵节日了。元宵节我们都会吃汤圆，也寓意着一年平平安安、团团圆圆。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煮汤圆的正确做法，煮出来的汤圆不破皮儿、不粘锅，香甜软糯，超好吃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袋在超市刚买回来的汤圆，这个汤圆无论在超市或者市场，我们多数都买回来的是速冻的，主要是因为这个容易存放，而且用起来也比较快捷方便。速冻的汤圆外面都带有一层冰霜，冰霜离开冰箱就会融化。我们先把汤圆倒入一个大碗里面，里面倒入清水，清水的量没过汤圆。如果说我们不进行清洗，冰霜融化之后，汤圆糯糯的特性就会容易粘连在一起，那样煮出来的汤圆就会变形不圆润，出来的汤汁也会不清爽。把汤圆浸泡20秒钟左右，就赶紧控水捞出来，先放入一个盘子里面。这样清洗好之后的汤圆看着滑溜溜，清爽了很多。现在向锅里面加入清水，开大火把水烧热，里面加入1克的食盐，把食盐搅拌融化，加入食盐，水的浓度增加，这样煮出来的汤圆更有嚼劲儿，而且不容易破皮儿。一直煮至锅里面有密集的小泡泡，我们可以用勺子盛出来2勺温水，这个温水先存放着备用。紧接着可以把汤圆倒入锅中，先搅动一下，以免汤圆粘连锅底。可以转成中火，盖上盖子焖煮1分钟，时间到以后就可以直接打开盖子。现在推动一下，把刚才盛出来的温水倒入锅中，这一步叫做点水，点水这一步一定不要缺少，这一步可以让锅中沸腾的水进行降温，汤圆不会翻滚爆皮儿，而且点水之后汤汁出来也会更清爽，最后汤圆全部白白胖胖漂浮起来，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样出来的汤圆不会破皮儿，软糯香甜可口。如果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请您点赞、评论、留言、转发，转发给自己身边的朋友，这样大家煮起汤圆来就得心应手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提前祝大家元宵节快乐。